优美的身段，姣好的面容，美丽的心灵，世界因为女人而美丽。可是你知道吗？任何一个细小的伤害，都会无情地把属于你的健康和美丽夺去。每一个美丽、智慧、自信、健康的新时代女性，都需要细心呵护。由于生活工作压力、个人生活习惯、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的侵害，您的美丽是不是正在被各种妇科疾病严重伤害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成年女性患生殖道感染等妇科疾病的几率是40%，已婚女性高达83.6%。更加不容忽视的是，患有妇科疾病的女性中，有62%是使用了不合格的卫生巾或使用卫生巾不当造成的。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抽样检查发现，卫生巾不合格率竟然高达1/半。作为女性必需品，卫生巾会伴随每位女性40年之久。不合格的卫生巾就是女性随身携带的一颗细菌炸弹，会让女性感染多种疾病：外阴瘙痒、红肿、宫颈炎、阴道炎、白带增多、下腹胀痛、经期头痛、腹痛、浮肿。卫生巾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生殖健康的一大杀手。选择一款合格健康的卫生巾，就是守护自己的健康和美丽。江苏龙立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着科技引领健康生活的理念，经过4年的潜心研制，隆重推出清新磁动力卫生巾，用实际行动呵护女性健康，让女性品味健康生活的无限乐趣。清新磁动力卫生巾拥有磁动力发明专利等国家专利，是女性生殖健康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为了让女性的经期更舒适，清新磁动力卫生巾推出贴心的8层呵护，让女人在经期轻松应对各种不适，让经期的每一天都能舒适、健康、美丽、快乐。为了能让大家更清晰地分辨出什么是优质的卫生巾，下面就现场让大家来感受这款被誉为女性生殖健康管理专家的龙立奇清新磁动力卫生巾的完美特点。首先，让我们来看外包装。清新卫生巾采用食品级铝箔纸包装，外加可反复使用的易拉贴封口，起到防潮、防霉、防菌和安全环保的作用。而市面上竞品卫生巾大多是一次性的塑料包装，不环保，开口无法再次密封，而容易被细菌侵入。再来看内包装，清新的每一片卫生巾都是在生产线上一次成型并自动完成封包，360度全方位内包装，安全卫生，而且底膜为离型膜，一次剥离，避免产生二次污染。而竞品卫生巾的内包装采用内折式，简单易破，易产生二次污染。巾身的结构方面，清新是完美的8层设计，而且添加了有磁动力、负离子、远红外的功能芯片，可以补磁养生，消除异味，缓解不适。而竞品只是简单的3层设计，接下来为大家详细讲解功能芯片的神奇功效。清新磁动力专利卫生巾结合生物磁、负离子、远红外3种物质能量，最终形成清新特有的功能芯片。磁性能激活人体自身的磁场，从而促进经期机体排毒、消炎镇痛。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的维生素、身体的卫士，可以净化女性阴道环境，达到抑菌、消除异味、预防瘙痒的效果。远红外线是生命育成之光，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提高局部温度，从而缓解女性痛经和防止各种妇科疾病的产生。接下来，我们用专业的磁性检测笔来检测一下。当检测笔从芯片上划过的时候，您可以听到检验合格的提示音，而竞品卫生巾是没有的。
卫生巾用在女性的敏感部位，其舒适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用手感受一下两者的不同。清新卫生巾的第一层采用的是亲肤棉柔表层，摸起来又薄又柔软又舒适。而竞品的表面既硬而又粗糙，因为它是化纤材质，会引起外阴红肿瘙痒的不适感觉。再来看防漏设计，清新的第二层是立体三片式防护围，有效防侧漏后漏。而竞品只是简单的压花设计，根本起不到防侧漏后漏的作用。衡量一款好的卫生巾，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吸水性和锁水性。现在我们取50毫升的水来模拟女性一次最大涌出量来做吸水对比，分别注入两款产品中。现在请大家来看看这两款产品的吸水情况。清新卫生巾上面的纸巾完全干爽，而竞品完全湿透了。下面就让我们打开这两款产品来看个究竟。清新卫生巾的第三层是功能芯片，现在取出清新亲水后的芯片再次测试一下，依然具有磁性。现在我们取两支香烟，一支上面包裹磁动力芯片，并放置3分钟。现在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香烟的味道。没有被清新磁动力卫生巾芯片包裹过的香烟，烟味依旧浓烈；而被包裹过的香烟，烟味明显减淡，并且功能芯片上已经有了淡淡的烟草味。说明卫生巾的芯片有磁性负离子和远红外线的功效。清新卫生巾的第四层和第六层是高温消毒的无尘纸，360度包裹住吸水因子，吸附精血以外的杂质，并提高柔软度和舒适度。清新的第五层是我们从日本进口的优质吸水因子，锁水效果非常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杯子中的水被全部吸干了。经实验证明，清新卫生巾的吸水性是普通卫生巾的3到5倍，而竞品的填充物是再生棉，含有对人体伤害极大的各种化学致癌物。卫生巾舒适与否，透气性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而决定透气性的关键因素就是它的底膜。清新卫生巾底膜及第七层，它运用激光打孔技术，细孔比水分子小，较气分子大，所以可以透气不透水。上面的背胶是食品级用胶，无毒副作用。竞品的底膜是塑料材质，不透气也不透水，上面的背胶是工业用胶，残留底库会危害健康。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倒扣在竞品上面的杯子毫无变化，而清新的杯壁上已经沾满了水雾，这就说明我们的产品透气性非常好。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清新的底膜是透气但不透水的。清新磁动力卫生巾每箱还附赠独创的对比卡，女性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现在相信各位已经对清新的科技含量和独特优势有了很深入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使用过的人怎么说吧。自从使用了清新卫生巾，我和身边的朋友都感受到了它的神奇，用起来非常舒爽透气，再也没有量多时侧漏之类的困扰了，我好几个朋友的痛经都缓解了不少嘞。用了清新磁动力卫生巾，再也不怕侧漏啦。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из России. Раньше я пользовалась обыкновенными прокладками. Но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себя как-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самоуверенно, не комфортно. Но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я пользуюсь прокладками Тинь-Синь, все изменилось. Я чувствую себя удобно, я могу заниматься спортом, могу вести ак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чувствую себя самоуверенно и комфортно. This time of the month has always been difficult for me, like for everyone, for you. But ever since using Qingxin sanitary napkins, it is much easier. And I want to tell all my friends about this good news. Also, I like the package, which is not only convenient and sanitary, but als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每一位追求生活品质和渴望健康美丽的女性，都应该更加爱护自己，呵护自己。选择Qingxin磁动力卫生巾，就是选择健康生活。在Qingxin磁动力卫生巾的健康呵护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会享受每一天的美丽健康，品味健康生活的无限乐趣。Qingxin磁动力卫生巾，科技引领健康生活，关爱女性，从Qingxin开始。